当季的啦，这个这条鱼叫我们叫中华带鱼，哦，是我们东北角这一带时间一到它就来了。哦。非常准时，非常准时。这段时间是最肥美的时候。嗯。哎，到过年前最漂亮的这段时间是最漂亮的。哎，这鱼要按它做好讲，煎煮。蒸都 OK， 蒸也可以哦。因为我们一句话嘛，我说买在当季，要出在当季，当季的鱼就是好吃好出的。这酒箱你今天要全部收了吗？我们家好像是为你服务的。对啊，不，那只懂有需要的他就留下来，没有的话我们就给他买过来。啊，如果才讲啊，最好吃无因咯，无因，两句不要来，等下就煮来吃。这是一定要的啦，哎，煮来吃，煮来吃，煮来吃。只懂那个我们会当出名的师傅哦，稍微给他表演一下，好，给他一个机会了，满满的鱼货，满满的鱼货，满满的鱼货。一桶给你们挑一尾，一桶挑一尾啊。是，你觉得看最顺眼的那一尾，哇，最肥美。我们三个人挑一尾，挑，对啊，怎么挑？谢谢。都新鲜的啊，怎么要眼睛亮亮的？哦，眼睛亮亮的，会反光的。它要比较肥美，厚度比较厚的，眼睛要亮亮的。这条就 OK 了，这条 OK， 这条 OK。好，这条漂亮。眼睛亮亮，新鲜度，新鲜度。这个鱼没有鳞片，对不对？啊，白带鱼没有鳞片，它有鳞没有片，它属于鳞粉的。啊，它的鳞，它的保护鳞是混珠的。哦，这条也可以。好，哇，哦，张董果然大气，豪迈。反正朱哲董的就多出一瓶了。哦，是。那你们今晚住谁家？对，今晚住谁？我们已经住过了。住完了，住完已经住完。你有家要给我们住吗 ？OK 哦 ，OK。那我们现在要去。哎，现在要把鱼过磅秤。好，过磅秤。磅秤。这个到100公斤哎，它可以称到这么重啊！要不要上去称再看？对呀，我没有称过磅秤，哦，好还好，多我几公斤啊？75，差不多啊，75啊！哦，加上这些衣服啊，今天穿的衣服真的蛮多的。我不知道哎，我觉得我们好像差不多重哎。我觉得这个有比较多一点，也跟你差不多。我多少？你84了，好不好？我没有那么重哎。对呀、啊，所以我说。哇！哎呦！哇！这一桶，这个，哎，这个还有，哦，里面还有。哇，真的牙齿超利的，你看。对啊。这样就咬住。哇！它牙齿很像那个会咬人那个叫什么？食人鱼哦。对。哇，牙齿超恐怖的，你看。你看我的手都这样勾。小心。见了，超厉害的。它忽然咬你一口。哎。哎，李仁哥，太重了，太重了，太重了，好，太重了，太重了，是多少？太重了，27。怎么想说加一个休息一下呀？搞笑。几条？8到9。哎呦，今天可以吃好一点了。可以哦，泽董，可以补一下哦。泽董，哎，泽董，可以去吃鱼了吗？没有，我们要先刷甲板。还要先刷甲板，我不是用完鱼货。哇，这船挺大的。甲板是指船的前半段，前半段是不是？哦，好酷哦！你有上过渔船的甲板上吗？有，是农啊渔夫，农夫啦。昨天农夫，今天农夫，连渔夫，农夫，就真的是捕鱼的。真的？对啊，对啊。所以你有这个上船的经验？有。不会晕，不会。哦 ，OK， 那就让他做就好了。好，好，再全部我吃。好。好酷哦！
啊，是蛮干净的啊。对啊。啊，有水吗，哲董？我们没有水管可以撒，我们是这样一桶一桶的，哇！所以在大海上生活，其实淡水是很珍贵的，对不对？没有错啊，对。哇，那我刚刚这甲板盖起皮耶，你看我的尴尬，哦，就起皮，真的很干净，没有腥味啊，对，完全没有腥味，非常好。所以我们还要用洗衣粉，每天的，都还是要刷洗。哇。每天，可是这个木板不怕水肥皂泡水，不会，它不会。这个木材这个密度高比较高。哦，了解。啊，那个绳子泡着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再稍微动一点。好，那我来倒。好。然后从上面倒，从上面刷下来吧。对，这应该是这样吧。我用泼的好了，不然一下子我就倒光了。这样吗？这样可以吧？可以。哦，我的那这边呢？这边这个都可以剥哦，这是麻绳，然后往下刷，没关系，是这样刷，这边不要剥的哈。这样那个洗衣粉的量用的比较少，比较好抽。我们是要刷什么脏东西？哎，甲板上面的一些鱼鳞啊，或者一些鱼的味道，把它刷出来。对，不然时间一久，它就会很臭，黏住在上面。嗯，它积着，刷不干净。那我在刷什么？刷。哦，你看这个风有多大，我水扫出来直接就飞走。哦，风不是开玩笑的。哎，这个阵风有个十级吗？泽董。等等，七八级而已哦、喔。这怎么会这样？我不是故意。这一招蛮厉害的，真是。对对对，这是新招，快！啊，抓断了！真的，新招厉害的。这个明明就是让我自己更累，我现在刷子变短了。这是新招，真的厉害。他甲板真的很干净，比我以前上的渔船干净多了。而且完全没有腥味。对呀、啊，很厉害。哦，要修，哇塞！啊，其实哦，这一桶很重。你要用这里吗？对，你用上面好。都可以，我来用。就继续用着。泽董，这就是那个钓白带鱼的钓竿吗？对啊。那它的那个卷线器装哪里？哦，这电动卷线器。钓竿电动卷线器啊，这个到时候的话，它在海上的话，这个是转出来加上。对。所以他们是真的在钓鱼的，用钓把白带鱼钓起来。当然，每次都是用钓的。那有几个钩子？这个钩子的话，它牵不下去的，一边会有四个，所以会有八个。一个人要操纵两组钓竿，然后平均一次起降向上下多长时间？哦，上下看白带鱼吃到什么深度。对对，如果大概如果比较浅的话，在二三十米的话，上下应该是两三分钟而已。哦，两三分钟，然后两只不断的互换，然后一直绑饵跟解鱼。对哦，其实他没有真的在享受钓鱼的乐趣，对不对？因为鱼货有时候来的时候可能很多，他光做些动作他就一做不完，很忙。嗯，哇，好酷！船上的画面应该蛮好看的。他通常他们钓多久？通常的话，下午大概三四点出港，对，然后大概六七点会开始开灯。下午三四点出港，对，好，夜钓白带鱼，对，夜钓。啊，然后六七点下竿，然后钓到几点？然后钓到凌晨大概三四点收。然后回到港内大概七点左右。哇，哇塞，那也是蛮长一段时间的哦。真的。对啊，辛苦。那我们今天这样甲板刷完了吗？我们还要做什么？那个淡水水要要。哦要哦哦，水管来了。
现在出海啦，前面就是茫茫的大海，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码头，我们就先吃饭吧。这就是好无奈，就是船上渔工大哥的早餐嘛。早餐，对，真的哦，哇，那他们一定都是坐在船头吃吗？船头、船尾都可以，真的。我觉得今天坐在这边不是很好的选择。风好大，好大的，对啊，对啊。刚刚他们在摆碗的时候，连碗都会被风吹走了。谁坐在船头吃呢？来，好，坐了白带鱼。哇，这个有，哇，稀饭趁热，稀饭趁热，哇，热的稀饭。太好了，太好了，先来一口稀饭。舒服。白带鱼这个是什么鱼？青鳞鱼。青鳞鱼。青鳞。它鳞片是青色的。哦。哦。试试看。那这个呢是酸菜炒蛋。对，榨菜炒蛋。榨菜炒蛋。榨菜炒蛋。这个。来开个胃。青鳞鱼。它鳞片会比较多一点。这个啊。对。不用刮。它鳞片稍微要用筷子拨开。蛮好吃的，真的。它的肉算细，对，它肉很细，它你可以试试看。这是海鲜哦，好，这是海鲜，可能不是你想象的海鲜，但它是海鲜哦，不是沙西米啊。沙西米那刚才那个念念不忘生意。对啊，那刚刚那个我们那白带鱼可以直接吃沙西米。哎，可以，白带鱼可以吃沙西米，够新鲜可以。哦，我吃起来的，榨菜。榨菜，你们渔夫吃的食物就是很比较咸一点，对不对？味道比较重，是有原因的吗？这样子比较下饭，比较下饭，因为难免会晕船，吃不下。对，这风也太大了吧？这样胃口比较好。合理。而且要有，因为他们都是体力活，对啊，就是一定你一定得吃，是，不然没力气做事情。真的真的很辛苦哎。哇，这白带鱼好酥脆哦！然后白带把两边的那个上下的那个刺咬掉就可以了。好酥脆哦！它骨头可以吃吗？那白带其实有它有吃法的。怎么吃？怎么吃？因为它白带鱼是两边这个拔掉，这一边跟这一边上下的鱼刺，只要用嘴巴咬掉，然后中间只剩下一根大骨头这样。好。哦。两边的鱼刺先咬掉。对。这边就是鱼刺吗？对啊，像上下刚刚咬掉。好，上下两排。对，两排都是咬掉。哦，好脆啊！可是好好吃，好吃啊，很好吃哦。那如果炸脆一点，是不是骨头都可以吃掉？对，哦，真的。可是这个可以，这比较大一点，所以中间的骨头还是要拿掉。好，用中间这一排看，这个就有点多。好好吃哦，真好吃，海产，算吗 ？OK 的 ，OK 哦。它有腌过吗？这个白带鱼？没有，就只有撒一巴而已。哇，撒一巴就直接煎，也没有沾粉嘛，对不对？没有。Nice。有啊。贵，我们刚啃到是不是螃蟹好多根，一根，那是什么东西？那是天线吗？还是什么？应该是说有些是卫星电话的，还有一些是雷达的，对。然后有一些就是电视要收天线，哦，那就蛮多东西都要靠这个接收器的是吗？对，因为在海上那个东西都是无线的，那会不会比较被雷打到？因为那么多接收器，目前是还没有遇过，真的哦，好，因为说装避雷针，你反而。是有安全的效果，但你反而会吸引雷过来。是啊，是啊，是吧？哎，对，我都没想过。一般渔船出去大概几天？一周。没有作业的啊，看作业。他们这种船是每天来回吗？如果钓白带鱼来回，如果抓小卷的话，大概一个月回来一次。哇，一个月要一个月啊？就是月亮圆就回来。哦，对，一个月。因为月亮圆的时候，因为月光。比较亮，比你的灯光还要亮那每天就可以看到，所以我们就没办法把一个月小卷或鱼聚集在船底下因为整个海面都是月光，而且很好吃，对，大件吃，我吃很多，我也吃很多的，我吃两个，我吃三个，好好吃，够够，但我觉得这蛋也很好吃，所以你们要多吃一点。哦，等一下还会在肚子饿的意思吗？马上就饿了，好可怕啊！这是没有套丢啊，这没有套丢，因为现在冬天这个季节就钓白带鱼，钓白还有什么鱼货？虾、螃蟹。对，然后
这个季节也就是万里蟹的季节。万里蟹，哦，万里蟹，万里蟹，万里蟹是要钓还是养啊？我们说就是用蟹笼，啊，蟹笼用。那我们诶，蟹膏是不是可以炒饭？还是蟹膏可以煮什么料理？蟹膏，蟹膏可以煮很多，比如说粥啊，粥。然后我现在是在点菜，你懂意思吗？刚才多讲一点。蟹膏、蟹黄可以做成面包，面包，蟹黄面包哦，蟹黄面哦，可以哦。你餐厅不会刚好也有这些吧？有，当然有。哎，哦，然后蟹膏可以放那个做寿司。哦，对，也可以。哦，是吗？这个餐厅不会也有吧？鲑鱼软上面，然后可以啊。哦，哎，这有求必应餐厅哎，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这个季节还有什么鱼货？这个季节有什么鱼货？万里蟹，万里蟹，其实万里蟹是有，它是一个统称，它是我们这边捕的野生的花蟹，花蟹啊，石鲟三种，叫万里蟹。有三种蟹叫万里蟹，那这三种蟹，我目前我餐厅也都有。哇，那我等一下要清蒸的，然后那个奶油的，奶油的，奶油的避风塘可以，避风塘可以，避风塘可以。哇，那炒饭炒面应该是本店的招牌啊。哦，对，那是。那蟹膏还炒饭。蟹膏炒饭，然后再一个螃蟹海鲜汤，你觉得怎么样 ？OK，OK，OK 哦，不要吃。我们先点中午的菜啊。下件有点让我吓一跳，啥？我本来以为你就是那种啊，就不出门的那种王子，哦，然后就是这个人家这个应该不行，那个不行，哎，没想到你什么都会，你什么都可以，对呀，给人感觉会比较这样子，因为我本来从小就是乡下小朋友啊，哦，所以真的没差。比如说，我们以前那个采胡椒啊什么的都用手。我们应该没采过胡椒吧？你知道胡椒是什么吗？像黑胡椒那种胡椒，它就是黑胡椒，就是胡椒啊，胡椒啊，就一颗一颗嘛，对不对？它是一串一串的，像那个它是一串，像葡萄那种。哦，我知道。然后采下来，你要不要再把它分开这样子？要把它的心跟那个颗粒分开，然后要晒干，然后要分。对，那除了胡椒还种什么？可可，可可。我小时候还有香蕉。我們香蕉，我们凌晨三点就要去割香蕉。凌晨三点哦。对，割完然后他们四五点就要去收那个香蕉，把它倒进去，然后一片进去。哦，你说啊，橡胶树的那个液体是吧？对。哦，蛮酷的，哇，还蛮喜欢。那你家有地方住吗？我们家这样基本上都没人住哎。真的哦，就是园丁在顾。有按摩浴缸吗？我们搞到机票，我们就去马来西亚找你。哇，你的朋友，哇，我最爱的，哎，好朋友。所以这三种就是万里蟹，对，哦，三个黑点，三点蟹好认了，三点蟹好认，花蟹好花蟹，石鲟就是像石头的颜色啊，只有万里才有啊，比较多。万里这边抓的最多的盘就属于这三种啊，哦，统称万里蟹，它那个是什么鱼？那个是龙虎斑，龙虎斑，虎斑，它有点像笋壳鱼。对，有点像。我们今天不是就来欣赏螃蟹吧？没有，我们今天要来吃它。对啊，今天啊来吃螃蟹，走，准备。哎，刚刚不是做过了吗？对啊。我待会要吃午餐的话，就是看那个哲董愿不愿意收留我们啦，有没有工作让我们做啊？哦，做服务生对。做服务
端盘子，端盘子，有一点味，对，好，可以哦。其实蛮多事可以做的，就是比如说，哎，杀白带鱼，交给厨师啊，对啊，哎，我们不，我们不端盘，对，交给会煮饭的，对啊，好，对啊，绑盘螃蟹，交给专业那个啊，经理人，什么经理？绑螃蟹我真的蛮怕的，绑螃蟹，绑螃蟹我也会怕。绑起来的过程也会被夹到吧？会，会啊，当然，这是最容易被夹到的部分。对啊，他只要感受到你还有在挣扎或者在抽，他不会放。哇，拜托了，不要了，拜托。好，我们先看我们第一项观众表现怎么样？好，好吧。好，我的手今天希望还能够健在。对。被夹到的命，我小时候去抓螃蟹就常被螃蟹夹到，那种小只的螃蟹啊，就夹到真的很痛，痛啊！因为戴手套应该这个好像戴三层好一点了，一点点戴三层。好，我们去绑试试看吧。先踩住，那两边搭对齐，这个时候就是最可怕的。这只还蛮认命的，没有，它在蓄势待发。对，是吗？从外围绕过去拉进来就好了。你要在它正前方，然后扎到之后从后面，这样绕过来其实真的一个，你可以吗？不行，它不小心这样怎么办？绕进来这样，不是拉紧，拉紧就会打个结，这样就好了。好，看起来很简单，看起来很简单。还有吧，好，我这次活动力很强哦，这次活动力。开拳，输的先。输的先吗？剪刀石头布，拿走布，拿走布。我们两个，拿走布，拿走布。当然了，这个结局大家都知道。陈大，这是你的。锵锵锵！先把它踩住。从前方，对，这样吗？对，绕过他那次，然后伸手拉直，稍微他夹到，好恐怖啊！哇哦哇哦哇！往上，对，哇哦，小心，这一次又没过，走，这样，然后往前绕他夹，好，绕夹到这一关是最难过的一关了，从关节绕进去。哇，好刺激哦！这样吗？对。在壳上面就可以了。对，就是快成功，只是说它绳子不够紧。绳子不够紧，可以拉紧一点。好，绑好了。好，可以。可以。这一只是公的。公的。公的。这只也公的。公的比较凶，还是母的比较凶？的。对，看一下哦。母的吧。公的夹子都比较粗一点。比较粗，因为攻击力强。那我绑小姐。过来一点，我们让那个过来一点。啊，再动了，再动了！啊，不行不行，把它踩住！不行了，踩住！不是，我不敢帮你，我不敢。夹到一只运动选手。对，就这样。就这样，你小心，小心，小心你的手。你要用手把他的脚给提起来。哦哦哦，有了，右边可以，左边差一点。勾到勾到勾到，还是小心小心小心。OK OK， 过去了，把它称对称。这一段最刺激。对。要这样。对，不然被你捅过去的话，防不到他的关节。哎，这个角度，这个姿势刚好。上下。我老板完全没在怕的，是被夹习惯了还是？对啊，你常被夹。被夹。常被夹。只是说，还是。
还是不怕，因为真的蛮痛的。很痛哦。那什么螃蟹比较凶？照理说三点蟹比较凶。三点蟹比较凶。那大闸蟹呢？那种肉蟹呢？耶，好冷。肉蟹，肉蟹，可以。踏出人生的第一步。哇哇，现在就蛮好的。我哦，人生第一次，这个是真的是第一次，真的、哦、抓活体啊，一直不敢抓活体。那这个绑一样嘛，对不对？一样绑法，一样。好，哦，现在是要怎么样？要比赛就对了。好，验收是吗？对啊。那有人可以帮我们抓出来吗？这不就是自己要做的事情吗？抓出来，这只最大，但要抓后面哦，小俊你要抓后面这里吗？对，抓后面，横的这样抓，对，抓横的，不然它好后面，不要啦，不要动，不要动，真的啦，不要再帮我抓一下嘛，啊，好，我帮你抓一只，只有抓一只哦，第二只就换你了，但我很怕被下面那一只夹，因为他一想说你这上面一只干，来了，好啊。它没有关啊，你看怎么办？然后是这样子，手举起来，要怎么？要这一段真的最难，哦，直接就往前绕就好了。OK， 好，那我知道，我以为是要再勾到后面的。哦，这次活动力超强的，卡住了，蛮不错的嘛。可以啊，可以继续多绑几只啊，老板外面水族箱很多。那我要要求多吃几个东西。剩一片再帮你准备。可以哦，可以哦，绑得非常好。好的，有第二只比较没那么怕了，直到被夹。老板这样可以吗？可以，很标准。那谢谢，第二只哦。哎呦！呦！不能靠大哥，老是靠大哥不行。啊哈哈！别人很凶，这只给你玩。当然交给他。对啊，其他只也是很难捉啊。大拇指靠近他夹子了，好，我哪只是啊？杖，不是他对面一直在看着，你看哪一只在看？挥挥手啊，他挥个手嘛。那我就拿再看你那一只好了，来试试看。我必须抓一只虾子，螃蟹，虾子。我直接我不管了，看是谁快，螃蟹快还是我快？一、二。我不敢。哇！哇！你透过这个角度，这个水喷到了我的眼睛，我眼睛居然挡不住。那有可能是我的汗水。真的吗？啊！好，把它拿出来好了。哎，接下来开始唱歌了。好烦呐！好，就拿。哟，它哦，这只好，这只好凶哦，这只怀疑在动。你可以帮我拿吗？不想挑战，我已经冒汗了，我也好热。你这样子，你就从这边掐掐进去，他应该就夹不到。他已经太生气了，其实他是生气了，他嘴巴一直在，他一直在骂脏话。你到底是别弄，你到底是别弄。哇，搞定！剩下最下脚。哎，好。别让他前空翻一圈吧，给他转晕。这也是个一招，他要夹你绳子，他要夹绳子哦。哇，这只有胸哎，我帮你把它抬起来好不好？啊，夹到了！不要往这转嘛，往那转，那里。哇，熟啦！你手不要发抖啊！会发现超抖的。对称一下。好，一只搞定，第二只可以，好热啊，热，今天不是只有15度吗？啊，好热，我要放弃了，我快要放弃了，不要放弃，快了，99%了，耶，就这样，成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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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刺激呀。超刺激的，直身冒汗呢，超手都在抖了，是超抖的，真的抖了，真的在抖了，天哪！抖了就在抖。可是你喜欢吃螃蟹吗？超爱的、啊。超爱的，那你还怕它？怕它，就是报仇。报仇是不是？吃我，吃我。吃你，吃你，好。那待会多吃一点哦，你都已经把它绑起来了。对啊，让我这么害怕，我就把你吃。
今天来到基隆呢，一定要用当地最新鲜的食材，那是什么呢？当然就是海鲜。那今天我选择要用的海鲜就是白虾，然后再来呢就是这一间餐厅，他们有一个特色就是面包，他们的面包是用蒸的，所以很软，刚好可以做出我今天要做的肯西虾子料理。哎，肯西是什么呢？就是肯纳，西班牙虾子料理，就这样。那现在就是先热锅，我这里有蒜头片，但是我想要再把它切成蒜头末，这样子跟辣椒口感会比较一致。然后食材也很少，首先放一点橄榄油，我放很多橄榄油，整个锅子的底部都有薄薄的一层橄榄油，这样子就够了。然后这里呢，我有一点点奶油，也是放进去。好，这样子呢，都在冒泡泡之后，蒜头就可以进去，辣椒稍微爆香一下。然后呢，今天的一个重点主角就是匈牙利红椒粉，它的风味也是非常独特的，很难形容，有一种烟熏的味道。然后这个就可以加差不多一个茶匙。好，那这样子呢，油就准备好了，接下来就是把虾子放进去。那我喜欢从12点，然后顺时钟放下来，2分钟后要翻身，你才会记得哪一个先翻，哪一个后翻。好，那虾子呢，我差不多一面会放个1分半左右，就可以开始翻面。那刚刚从12点放呢，就是现在我知道我要先翻谁。好，翻面之后火可以调小一点，然后这里我有香菜。香菜也是比较特殊一点的食材，通常我们会放巴西里或者是意大利香芹，所以柠檬汁先下去，这时候火就可以关掉了。虾子差不多全部都熟了，然后香菜可以上去，然后呢盐巴最后放。好，这样子就完成我的超级简单、超级快速肯西虾子料理。螃蟹碟碟，对，最先钓滑倒的那个就不能吃螃蟹。哇，不会是我，是吗？哇，那谁先碟？好，我先，然后这样子转，可以吗？好啊，好，我先，然后这样子转。好啊，我这只挺沉的。哇，啊，这样子，第三只怎么放啊？还蛮稳的，还蛮稳的，还蛮稳的，蛮稳。这可以放外围吗？可以，这样吧。斜的，这里可以。可以。第一次让你，哎呦，可以，聪明，没问题。但还要考虑到它会不会跑，它会动啊，它会发，要乖哦，要乖哦，要乖哦。好。这不算的，这不算吧？那是你的，这太扯了啦！我有接住他，我接住他，我没有让他摔倒，我没有让他摔倒。那我要放回去吗？又不动，不动。那有自然的基座。好啊。我来把那个底用稳一点。这样好别了，好，再来就不好别了。乖哦，有没有最轻的？可以。其实我是在看结是怎么绑。对，可以。哎，这只有点，肯纳那只乖，能往上啊。这只很有活力哦。好，等一下，先等它累。好玩了吗？好。差不多啊，累了累了。你放下它就会发火。好，开始了，游戏正式开始。阵地。哇，它抓很紧。对啊，蛮好叠的。这整个抓很紧。
因为螃蟹在大自然生态好像也是这样，互相爬来爬去的，对不对？哦，对啊，对，互相帮爬，换个朋友吧，这只朋友蛮活泼的。你那边有没有比较安静的？哇塞，这很危险，没有了，没有了，完蛋了。好，先等你累完，好，累了，差不多。我想把我也只有一个地方放啊。现在放上去要数三秒。夹好，夹好。啊，一，二，三。好，下一位。我告诉你一个好地方，我觉得这里可以，塞着缝可以。这样吸住，这只大的应该可以，也可以贴这样吗？对，这样这边也可以，看你觉得哪边。有哦，有二二三三 ，OK， 我完蛋了，我把我最宝贵的地方。对啊，我觉得这里有机会啊，它很大只可以做基底啊。要死一起死！怎么感觉乱放？他们自己会去找位置。不行，这里好像没有风。哎呦，不行不行不行！可以可以啊，那一面应该会发。应该可以吗？往上面。啊，你可以滑下来，哎，可以滑下来。他不会药效发作，所以我不能吃螃蟹。OK 啊，你可以吃到就好，你可以吃到就好了，没关系，我压力也解除，我很怕他吃不到。介绍一下好不好？刚刚我们杀的白带鱼面线，白带鱼面线哦，还没看过这道菜。上面白带鱼也是先就煎过了，对，煎过了，上次跟麻油一起煮。今天寒冷的天气，让麻油面线，哎，对不起，好好吃哦，好好吃哦，超级好吃，好吃，好吃，好好吃，好好吃。然后就是你们早上。带回来的白带鱼，生鱼片，生鱼做成生鱼片的方式，生鱼片啊，就是要够新鲜才可以。从我没有听过哎，从昨天早上七点就喊生鱼片喊到现在，我们经过终于来了，终于出现，经过一天的等待，还有特别为你加码的，加码，哎，我们端过来，生鱼片，来，我觉得当然是先吃白带鱼的啦，是吧？我之前吃过白带鱼的，对，来，上面是那个鱼卵，那个明太子，对。试试看，试试看。我虽然不太敢吃生鱼片，但我试试看。鲜甜，鲜甜哦，肉口感怎么样？肉质怎么样？口感很 Q 到破音了 ，Q 到破音了，多失态啊！蛮扎实的，扎实，很好吃，好吃好吃，多吃一点啊。这个是九孔鲍鱼。九孔鲍，这也算是其实南非的一个名产，是九孔鲍，但南非的是它的三四倍大，而且南非的大到我们会拿它的壳做烟灰缸，就它的壳超大，对。下面有豆腐啊，这个豆腐应该很好吃，番茄高汤。怎么样？就鲍鱼口感啊，就鲍鱼口感 ，Q 弹，哎，对，抓紧。要先吃掉这个生鱼片吗？这是什么鱼？海蛎。海蛎。那左边那个尾鱼，那个是旗鱼。旗鱼。鲑鱼。鲑鱼。哪一个肉比较扎实？海蛎最扎实。海蛎啊。这个。对，吃看看，海蛎应该你会爱。可以。它口感比较扎实，比较可以接受。这是小卷还是中卷？这个小卷。哦，这小卷，
这个是用穿烫的方式。它只有穿烫，对不对？对，穿烫吃原味，真正的海味。吃它的肉，等一下第一口先不要沾任何调味料。所以它里面不用拔出来啊？你不用拔，你就直接从尾巴咬。啊，从尾巴咬。从尾巴那一根你就可以抽得出来。哦。所以从嘴巴咬比较好。哇，好鲜甜哦！真正的海味。好鲜甜哦！真的没有调味过吗？没有，就是水而已。水烫过哎。哇。哦，这个好赞，头呢？我觉得头最好吃，口感最好，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最喜欢吃那个须。它如果炸过来就干嘛？哇，超赞！再来这个就大卷一点的，这叫做套丢，它是用蒜酥跟四季豆，所以我们俗称叫四季套丢。咬下去是酥脆的，想来杯啤酒吗？我本来想说这最下酒了，这个搭，对啊，可以啊。其实现在这个酒很好吃，现在中饭时间其实可以开喝了，开喝干嘛？找酒，它的粉很好吃哎。可我觉得最重要是他们料理的熟度刚好，就是这样吃进去，外面酥脆，然后里面那个肉是有点快要入口即化的软，就很好吃。肉也不会太硬，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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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嚼劲，就是一咬就断散，对，这真的很棒。那整个那三尾是生虾吗？对，野生的海草虾。我们要生吃它吗？没有，等一下会帮你上炉子，然后焖四分钟就可以。我们用焖四分钟，下面铺的那一层是什么？海盐，然后里面看得到的现在是八角跟花椒。所以会有一个香味，有一个香气。对，哇，哇，好期待，厉害，真厉害。好，开锅，来，接下来。这个焖很久，不是这个汤吗？还是说是？它是酸白菜，我们自己做的酸白菜，然后煮三点蟹。哇，你们好贴心哦，螃蟹都帮我们处理好了。这肉是满满的。这个我还记得，我不能吃，我不能吃啊，我不能吃螃蟹。但我喝汤可以吧？最好喝汤可以，我不能吃螃蟹。喝个汤吗？喝个汤，怎么样？这个汤怎么样？跟我们吃那个白肉完全不一样，它加了很多蟹味、海味。好喝，好喝，真的有酸白菜配海味还不错，还不错。我现在把可纳这道放中间。这个叫做啃西虾，它是一个西班牙的开胃菜。吃个虾子，然后那个面包去沾那个油啊，这样吃很搭。它是个开胃菜，你评鉴一下好不好？以一个海鲜餐厅的老板试试看，肯定是很美味。它那个香味跟那个辣味很特别，它是慢慢晕开出来的。哦，好好吃，第二杯白酒。它没有太辣啊。它没有太辣，可是它真的是那种慢慢晕开的，对对对对对，这个配白酒蛮适合的吧？喝香槟是吧？啊，对，对吗？啤酒也 OK， 啤酒 OK， 对对对，哇，太好吃了，成功成功。这我觉得它的那个最好吃的，哇，这面包真的好软哦，对，超软，哇，哦，你说这叫什么面包？巴士面包，用蒸汽蒸用的。巴士面包，我喜欢吃皮。这一碗是什么？哦。就是蟹糕跟咖喱酱，奢侈奢侈奢侈，我不能吃螃蟹，但我能吃蟹黄，对吧？蟹黄，对吧？要遵守规矩，然后蟹黄有那种蛋糕的口感，很软。蟹黄加咖喱，咖喱哇，好搭哦，好好吃哦。这我可以吃半条，我一个人可以吃到半条这样。这是蛮好买的。哎，这好吃哎，不好买，只有你们这里有。哇塞，哇，太过了！哎，我们还有那一道小章鱼，小章鱼，一人一尾，一人一尾哇！大手笔，这个是怎么做法？直接用我们的鱼露清蒸，冲上面泼点热油，这样子而已。其实做海鲜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就是火候拿捏恰到好处，这样子。好新鲜哦，小章鱼是吗？它肉很细。它肉很细，它刺吗？这个有刺吗？刺其实不多，这是台湾海峡抓的。台湾海峡抓的，西北方，然后跟螃蟹是同地点。有时候我们抓螃蟹会抓到这种。好，你可以这样讲。好，有切一块，不见了。哦，切一块，对。好，试试它。怎么了？怎么了？发现饱了，我金吗？我的金子，我刚有流下去很多吗？应该还好吧。哦，出来了，出来了。有出来了。因为啊，就最后面这一层是吗？对。不是，那这个都是鱼圆。今天这一碗
来的是你们刚刚三个人累积下来的成果了。哇！买帐篷了，快点搭帐篷了，来吧。坐在沙发上，把台湾彻底玩一遍，这样的梦想，我可以陪你一起。赶快按下订阅频道，加上小铃铛。请问今晚住谁家？赶快来订阅哦！